音乐剧《悲惨世界三》，谢朝中作。在一天结束时，这发生在上万强伪装的市长马德莱恩先生拥有的工厂内外。在这首歌中，我们第一次见到方汀，并知道他有一个私生女，他和一个旅店老板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。在这首歌中，他因此被赶出工厂。他由方汀、穷人、工头、工人、工厂女孩和上万强演唱。分析：这首歌是由五节歌词组成的反复歌，忙碌动机贯穿全曲，旋律音域很小。A1 进入了穷人的主题 ，F 小调。Do 是 A1 的重复。A3 由工人们演唱，调性变为 F 大调。A4 由工头、两名工人和一名妇女演唱。A5 每个人都唱。我做了一个梦。这首歌是一首哀歌，由绝望的方汀演唱。他刚被工厂解雇，并被扔到街上。他回想起快乐的日子，并想知道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怎么回事。分析：这首歌设定为4/4拍，整首曲子都有稳定的拍子，但在力度、支度、转调和情感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。这首歌是 A-A-B-A' 形式。所有的 A 乐句都有下行的低音，就像 Lully 或 Purcell 歌剧中的 Parcel Catchlier。
段转调 G 小调、C 小调和 F 小调，然后回到 F 大调。A 段的重数被缩短了。A prime 段变化更多。尾声结束了这首歌曲。